一钱多少克？一钱是我国最小的重量单位，现在在中药方、黄金、食谱中仍沿用这一计量单位。建国初期，我国一直沿用一斤十六两的计量方法，因为一斤等于五百克，一两等于十钱，所以钱换算成克的计算方法是五百克除以十六除以十等于3.125克，即一钱等于3.125克。古代粮制历经多次变革，明代以后才大体稳定，变化较小，一斤基本在595克左右。直至1929年推行计量改革，将旧制的595克一斤改为500克一市斤。1959年，我国确定米制为基本计量单位，在全国推广使用。虽保留市制，但将原来的16两为一斤改为10两为一斤。从1979年1月1日起，我国中药计量单位也改用了米制，用克、毫克、升、毫升。